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可以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。好，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乡亲时代大家好，咱今仔日啊欢喜甲讲哦，咱拜师啊，今仔日吼是咱的这个啊，真侪人去陪望的迄落清明嘛，啊这哦这暂时啦，这按下啦，卖讲啦，啊到迄个蒋介石啊，伫迄只死去了后，死亡了后，所以比讲伊死的日子，咱就大家爱去拜祖先，敢若去拜伊安尼哦，足唔对的。我就感觉讲咱台湾人有咱台湾人的迄落。制作的迄落时间嘛吼，毋是，但是若讲啊用着这样的共统，就甲啊种足霸道的，就是安尼。啊，这啊，大家今仔日啊，这两天啊，大家拢啊足无闲的。啊，咱今日啊拜师，甲咱啊平安禅神拜吼，咱过来讲伊的迄个，伊准备讲两年后，伊要爱啊选总统啊，这个两年后的总统呢，啊伊即卖就是讲直接政见吼。透过咱访问网络电视节，啊，甲咱的这个海内外乡亲时代讲者，讲有甲人无共款的迄落政治的这个见解安尼哦。当然啦，所有要选总统的人拢会当来我遮，我遮开放吼，要选总统的人哦，来讲，啊，恁大家来选择看倒一组的这个总统吼，较适合哦，咱台湾人民的，啊，你到时你投票你投给伊就对啊，安尼是毋是足民主的？哦，好，安尼吼，啊，你讲顶礼拜，你讲你有啥物要补充的？嘿，因为补充是迄个啥，就是讲我，顶礼拜吼，有就讲就关于迄个做者总统的迄个条件啦，吼。但你就是讲意思讲你总统要推动这个行政业务的时阵，你爱有啥物？有啥物讲者约束，还是讲有啥物做法？吼，这点我差不多迄个两三礼拜前，你讲做总统要行时吼，无讲了无完整。吼，啊，我正想拄啊利用今日这个时间吼，佮这方面的这个看法吼，佮补充较讲较清楚嘞吼。这因为我这想了，假使讲我两年后吼，啊有机会当选台湾的这个，好，这民选的总统的时阵吼，啊我第，因为我迄阵有这个行行政权嘛吼，啊会用透过方法来派人家各部会首长嘛吼，各部会首长，还是讲各营的这个事业单位的董事长嘛，总经理嘛，哦，伊这个是，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法律宪法来讲，伊是这個，我是属总统的这个权限内底，哦，啊，这个哦，这個、要派这个部的首长吼，部的首长是我家本身吼，有看到过去吼，这个稍微。四五年前，美国迄、那个，法国以前有一个总统叫做，叫做啥？叫做迄、那个，也是社会党的一个总统啦，吼、哦。伊怎啊当选了？吼、哦，当选了，伊有要求吼、哦，要求伊迄个啥部的首长嘛，爱做几样代志啊？吼、哦，要求，就是讲。六年前哦，当选法国的总统叫做奥兰德啦，哦，奥兰德这个，哦，啊，伊当选了，伊要求伊的这部的首领哦，爱有几项爱约束的啦，哦，第一项呢，就是讲部会内底，哦，大家爱团结啦，啊，团结的意思就是讲哦。对外的发表意见的时候，一定要统一啦，袂使讲你有个别的看法主张啦。无啦，迄足简单的啊，啊，这就全世界拢共款，人迄拢是设一个，迄落发言人，总统府有一个发言人，就统一了总统发言人，行政院就统一了行政院的发言人啊。等到即马咱的这个，
迄个什么做律师迄个啊，迄个在行政院底下在。哦，迄个什么用？嘿，是国用在做发言人啊，啊，搁总统府伊嘛，总统府的发言人，每一个国家拢同款，拢有总统府的迄个新闻发言人啊，哎呀，新闻发布人员啊，哎呀，啊，伊这是要求部长啦。啊，各部会拢同款嘛。你若讲，可比讲台北市嘛，台北市诶、新闻处诶发言，迄、那、落、個、新闻发言人，啊，迄、那个新北市嘛，各全台湾全国拢同款安尼啦。哦，伊这，因为伊这个吼，伊这個是法国伊这个荷兰德这个吼，伊这是社会党啦，唔是过去迄款叫做。叫做讲迄个叫做啥民主党还是自由党？唔是伊款嘞，伊这是较社会党，较社会行社会福利、社会主义即款路线的党派。较左派呀。嘿，较左派，嘿，较左派。所以伊第一项就要求讲，伊这部首长对外咧讲话的时阵哦，爱统一啦，袂使讲。你看我无对啦，迄是迄阵啊，伊咧讲的时阵，这已经行书一百多年来中，自选举。以来就有迄落政府的发言人，国家的发言人，白宫发言人啊，吼啊有迄落对外发言人拢有啊，嘿啊。啊，第二个要素伊是讲吼，伊讲要求这部的首长大家吼，一定爱实实在在去听百姓的声音啦，哦，就是讲一定爱透过吼网络进行这个政策的公众咨询啦，哦。哦，这个伊要求这第二项啦，第三项，伊要求这部的首长吼，关于这个啥，不动产，就是讲遐个土地也是房屋，爱交予迄个叫做合法的中介机关。应该讲信托啦，就是讲咱的迄落阳光法案，又讲吼，即马着咱着立法啦，啊，着无人要实行啊，咱法律着通过啊，讲你的迄落阳光法案出来，就是讲你爱将迄落你迄落含为总统之下，只要是民选的出来讲公职人员吼，你当选了，你要按照阳光法案要爱报出来吼，要信托给一个。第三者的那个保管安尼，就表示讲哦，你后边吼，你的名下就是你入来偌济，你出去偌济，拢透明的安尼啦。这咱就有说的话，就无人要做啊。照常你伫个国民党之下说这个话啊，什么人在做？啊，你敢要知影报君旗讲，伊即卖伊的存款零元啦。你做一个馆长，你做一个花莲馆的馆长，啊，你存款零元。啊，过来你讲迄落报讲伊的迄落政治现金，啊，讲偌济吼，啊，伊的迄落选举的是支出讲偌济，迄拢无数的嘛。迄就是讲咱台湾吼，就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你台湾你有说了讲要安怎吼？无人要实行，无人要甲你信一套啦。不，就是咱。假使两年后我有机会了吼，当选去台湾总统的时阵，就是要照这个吼，照伊这个荷兰这个法国总统这个要求啦，一部的修订做一款啊，一款全这个咱讲这个要求啦吼。不管你台湾法有法律无法律啦，吼，咱这是这意思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未使接受外国政府还是部会管辖的。相关私人啊机构的度假要求啦，邀请啦，哦，你若要哦免费的免度假，这拢袂使啦，拢不准啦，吼，哦，啊是讲超过台湾钱吼，超过5700块吼，的礼物也袂使收啦。人马英九比你较进步，人讲袂当超过30块，迄含裤布杯啊都袂使，含一块杯啊都袂使共收咧。哈哈哈！这是咱一个要求啦，吼。对啦，要求归要求啦。无啊，这爱做会到，啊你做袂到，咱都袂请伊做部长嘛。啊，这条件是啥呢？对啦。哦，这是无共啊。啊，是讲你要实行，唔实行尔。哎，对啊，咱。咱先讲头前啊，哦，就是讲，你若要来担当，哦，咱这个部会首长的时候，你就是爱接受这约束，哦，啊，无你就该放弃，哦，你卖，无需要，啊，你就回去就好，打包回去就好。对，意思是安尼啦，哦，所以我们就
利用这机会是吧？哦，这个先甲公开，因为这、这物件我是两年前我迄、那个参选台中的选举时，我已经有列出来。啊，我这是因为两年前的物件，唔是讲未用呀，两年后，那嘛是后机会的时嘛是要用的对吧？啊，所以我唔加讲。特别讲啊，佮这个来佮补充者，这個、意思安尼吼。因为咱时间宝贵啊，无法度互你足油的安尼，一搭讲这个安尼吼，咱着爱重点讲，较紧互人知影安尼。嘿，好，佮继续嘿。佮要求吼，一部首长袂使加入佮主管你主管的物件的这团体机关吼。有来往啦，吼，袂使有来往，家庭相关的团体啦，袂使甲你管的这些相关团体，吼，吼，包括非营无趁钱的迄个义务的，迄嘛袂使，你拢袂使参加啦，吼，伊这是法国的规矩啦，吼，伊讲坐火车吼，坐火车。三点钟内哦，诶，路程啊，一定爱坐公车啦。爱搭迄落大众运输工具安尼啦。啊，无你看人诶迄落真侪迄个啥物，法国诶迄个总统又徛倒来上班啦。有诶，伊家己徛倒来上班啦，啊，无爱迄落平民嘛，伊就是平民，对，要行平民的路啦，无参像即马习大大迄落阵仗安尼，要行死人安尼，几啊条街拢爱封锁起来，啊，车队安尼几百外台安尼吼，无通啊安尼啦，伊就是，日本迄个嘛是有一个啥物迄落。市长东京都的迄落市长，伊嘛是骑脚踏车上班，还佫出来买菜吼，还佫甲因某拼粪扫。真好。哎呀，人嘛是安尼在过安尼。过来一点就讲，部的首长吼，也是派机要吼。你爱一个月来。向行政院长吼。说明你这个啥？你财产的来源啦，伊就伫咧阳光法案内底嘛。这是阳，好，这无阳光法案是向科技部报备，干在伊报备。这毋是，伊这是要求讲，你部的首长改，行政首长就行政院长。报备你，就这一个月来吼。你向行政院报备你这财产。来源啦，每年一遍。伊这是安处理哈。过来就是讲，咱的部的首长啊，这工作的所在啊，迄个行程啊，行程应酬，还是有人拥托你，还是有人要拜托啥代志哈，拢爱登录啦，拢爱笔录起来哈，爱做些记录哈。一些要求啦，过来一点，行政院以后各部会哦，约聘的人员甲职务代理人，一类啊，上网络面顶吼，公开招募，而且就讲无咩引用有关系的人啦，必须啊一类的吼。在这个网络平台吼，公开了招募这些人吼，拄则你有讲过讲这个，这个部会首长的这个车吼，除非讲迄是无袂使，啊无吼绝对袂使有警交通警察车吼来开道啦。伊就是讲强调讲，伊要做一个平民总统。即马因就是安尼嘛。你看人迄因的总统下班了后，奥巴马好人哦，下班了后，就去赶快去大卖场去排队啊，去选菜。伊的安全人员就手安尼
安尼考调的远远安尼帮伊看伊的安全。伊讲无讲去帮迄个首相去、去买菜呢，啊去排队去立钱安尼，帮伊赶，拢无即款的代志。咱遮呢，一个乡公所的办事员啊，啊，就迄个乡长的车，伊就载因某去买菜，载因囝去读册，载因老母去看病，拢安尼，伊从乡长载去甲这个公所了后，伊迄台车就变成私人的办事人的代志，安尼伫遐底塞子塞眉安尼去泡麻子安怎呢？拢不定三更两更报纸拢看会到的啊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咱人有一个文明。有法治的这个国家，有这先进的国家，有法治、有文明的人就袂讲参与咱台湾安尼啦。咱台湾才会三令五申，搁无要行。系啊。系啊。这是咱特别要求啦吼，家属属我要求吼，家属我两年后有迄机会吼，东山台湾总统时，我对这部的首长吼，在当首长在。国营的，即当时吼，啊，甲总经理即部分的要求啦，吼，伊即咱即算公开哩，即个吼，即个网站面顶咱公开拢吼，向大家宣告嘛，吼，即约束嘛，吼，啊，这是讲叫做伊即叫做伦理啦，吼，即个公务，佮部门首长个伦理法则啦，吼，嗯嗯。公务人员的迄落法则，嘿，像讲伊在日本也是对啊，伊若看讲你这个办事员坐遐办公，啊你哪会挂一个劳力啊手表？这甲你挂这个劳力啊手表，甲你的身份、你的收入吼，啊，就无迄落嘛，无不对称嘛，伊就会请你写报告讲，你这个劳力啊。迄啰安怎来？你是这个厝内有人过身去，啊，你有接到一笔这个遗产，也是讲吼安怎？你都爱交代清楚，安尼你才会使挂。啊，若无，你都爱接受调查安尼啦。嘿，好，这个就伦理部分，啊，过来就分吼，因为台湾民间是叫做属较总统制嘛。啊，总统制，总统当选以后啊。因为伊有真大个权限嘛，伊有派的，伊有法度讲派人足济机关首长啊，就政府有参与投资的负责人嘛，相当的数量嘛。这些人因为哦，大部分啊，伊过去的规矩是拢派当选人即当派的人，啊是讲甲伊有私人交往的人，就是讲。无可能用一个真正的人才啦，这是无可能啦。因为台湾现实的这个总统制度，必然会用一寡家己的人啦，就是讲属于共党派啊，共诶有系统的人。啊，这你伊要用的时阵，伊考虑唔是讲能力的问题，伊考虑是讲我都对这派的。有利，伊个优先派。你无看迄个蔡英文当选了后，家己个啥物表七姊啊、八妹啊，拢叫身边家己个亲戚来做你马英九呢？伊若起来了，嘛是拢叫家己个迄落亲戚来做家己个同学，家己迄落啊，即个四中兼换贴，拢叫家己个人，哪有讲去叫外人啦？哦，啊，所以讲你讲要打破这个吼，这个嘛还阁有一段路通好行，吼，就是讲咱即马讲出来，就是讲你要选这个总统，哦，啊，你这是从外国的迄个好的办法，啊，提出来做参考安尼，啊，咱拢希望讲咱台湾吼会愈来愈进步啦，哦，啊，愈来愈清气象啦，啊，但是眼前吼。啊，这个咱台湾人和这个中国的走路集团哦，这个即个土匪啊集团来遮甲咱洗脑洗甲安尼，啊，结果即马民进党醒起来了，民进党结构内底的人嘛是洗脑出来，啊嘛是搁同款搁延续，啊换汤不换药安尼。我感觉讲这边的迄个总统若要选举吼，看你要用倒一面旗啊，你同款用迄个
中华民国的迄个车轮机来选哦，已经袂扶持啊，人国家人迄个外国的国家人无买咯，伫迄个美国遐就下架了。啊，所以说你咱即马吼，咱要爱做的就是讲，有这个总统哦，伊有迄个气度，伊有发动哦，爱用迄个相当哦，要用枭雄，爱有迄个相当的迄个魄力，迄个架势讲哦，我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我都唔敌，我要爱家己哦，重新我咱要台湾人要做主人安尼起来安尼，才有可能讲会青睐。啊，若无的时阵呢？啊你看迄落中华民国车轮机，看你伊要练到当时啦。吼，啊，咱即马吼先拜休困者，咱等下咱下面再转来。